葉問嘅性格就本身都係沉穩嘅，都係一個啊，好似文人嘅功夫高手嚟嘅，動作設計一定係靚啦，同埋下嗰啲力度啊，詠春葉問呢個人物係有啲武德嘅，用重手法打傷人啊嗰啲啊，詠春對空手道咧，我覺得太單嘅啫，咁又將好加埋嗰啲。自由搏擊啊！即係嗰啲落去，空手道一齊接近，多方式嘅多元素嘅動作啦。夠了！太極本身是以靜制動，但是咏春呢，所有都是快，在一快一慢之間，將近十天的時間，就在這個地方，把所有的東西都打碎了。他所有準備單手嘅太極啊，特別啲喺呢度。我想透過葉問四俾大家知道葉問同李小龍嘅佢哋兩師徒點樣將中國功夫影響到世界。即係練武嘅人，你應該要有一份正義嘅責任，要對社會嘅責任，見到唔公義嘅事去回行出嚟咯。